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依琳。评论区有很多小伙伴问怎么练习弹跳能力，那么依琳老师就有一个要求了，你们可以提问，我也可以出教学，那请你们要打卡训练好吗？不要看完就当练过了。那我们今天教几个大家比较好练易练的弹跳训练的方法。首先你要让你的身体要有发力的那个节奏啊。那我们简单的先把脚腕的力量激活了，比如说这种起肿，之前有讲过的，找到一个扶的，去把小腿提一提，脚腕提一提，然后你找一个自己量力而行的高度，做一种双脚跳，上下上下，对，就这样，要有弹性的跳起来。然后再加难一点怎么做呢？我们就弓步，腿部的力量和脚腕的弹跳一起达到锻炼的效果。那么我做的这个动作，你做的时候有可能是的，会出现这种问题。反正千说万说，我建议大家首先是要先练起来，让你的肌肉学会了发力，你才能慢慢让你自己变得更灵活，更有力量爆发力。好，今天的弹跳小分享就到这里，拜拜。